不大。有没有机会一口气直接点过去？就是他现在要转附魔，从这个岛转去艾尔贝塔，对对对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呢，你转过去的瞬间就会是他要的属性，他要物防穿透。哦，全部哦。没有，就三个，然后各一条，所以我们大家一条一条转。而且这最恶心的事情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十五等了，就代表说他没有升级的空间，所以等于是纯粹就是要把这个属性转到他要的而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就直接。不难，但是就是每一次都是直接喷掉的，因为你看像我们都是卡到15等就不会再动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上吧。哎，鼎爷，白鼎爷，早安，鼎爷。好紧张。那你就直接上吧。几率高吗？就1234567890，十分之一。十分之一的几率。听起来有点难哦。对你而言应该很高啦。好。对你而言应该很高，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。好，然后按转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三条都按。没，就先大型，到我等下帮你按。对对，我等下帮你按。好，好紧张哦，加油。这个就三条转换就好了，就不用动。好，目标啊，目标应该很简单了。那我说三。好，加油。物防穿透。他已经转过了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账号原本怎么样。哦，下面两个是对啊，应该是他已经先点好，就是他的分配了，只是现在想要改成物防穿透这样子。好，加油，上吧。而且人家指名要你点，你知道吗？从感恩节结束之后就指名到你现在，你知道吗？等很久了，还好你准，还好你在，不然你准备要走了。好，加油。好，上吧。一、二、三。还没，哦，我还要再一次。物防穿透，物防穿透，我爱喽。好。物防穿透啊！闪避哦！哇，没事没事，那我们不会等一下再按一次吧？没有，我们要跑去这边了。哦，就是要跑去这边，对，用这边去转的。好难啊！很硬哦，这个很硬哦，这个很贵哦，这点一下都超贵的。这边点一下是中央点两三下哦。对，就是最早期的附魔的感觉啊，那个价格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我们频道的吉祥物福尔，偶尔会出现。对，就是有些需要机遇，或是我想要跟大家聊天，然后需要长时间点的时候，我都请出来。就是大头要逃避的时候。对对对对，我不想要负责的时候，我就会请福尔出来。而且现在有福尔出来，我也会讲话比较多的时间可以专心讲话。可恶！哦，这个账号很可怕，这个账号。是不是要先吃一个蒸蛋呢？好啊，你先吃。好，每次这是什么动作？有点好笑。就这个，对啊，我就说这只玻璃有点。那个过动过了头，它是在玻璃上才会有这个动作。哦，对，我说哎这，好好笑，因为我不会换坐骑哦，所以我看不出来。然后这个我帮你点，这个很硬哦，这个很硬哦，这个很硬哦。好，我希望一次就可以。对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分之一哦，每点一。是不是比较多种？好像比较多的，因为每个层不一样。Oh, wow. 这点是50000水晶哦，50000水晶的话换算成，突然看不懂，50000水晶300多块，你点一次300块，点一下300块，但是有一点夸饰啊，但是差不多了，我就不去详细计算了。好，拜托，好，你就上吧，点一下300，然后这边准备41下，好，所以这边总共10000多块，你会觉得RO怎么动来动就弯来弯去。我弯来弯去，还有，好，洗了100次，可以帮我武器肥羊转积分吗？可以啊，拜托，可以来撕我就好撕我，我们撕，然后再瞧个时间就来，对吧？瞧个就我可能要先 check 一下，可能当天没有要干嘛，或是有要干嘛之类的，可能会拖很久啊。如果忍不住，你就先点没关系，对，好，我准备按喽，嗯哼，还有我的爱心好了，好紧张哦，因为这价格真的很贵，那中央太便宜，这个那边太贵，这边真的太贵。魔法工艺好玩，好玩。这是怎么像 YT 看过很常进化玻璃的那位吗？哦，这个，然后这个闪避，对。好，进化玻璃的铁匠，一二三哦。嗯。物防穿透，物防穿透，一二三，哦，没有，命中没有，300块，两个便当哎，越发哎，两个便当，啊。而且便当是超高级的便当，还可以加饮料。怎么办？我要继续按下去。继续按啊，只能继续按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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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哇，有你在真好。好紧张哦。有你在，怎么那么好？几率是一样的吧？嗯，全每一条几率都一样。太难了吧？除非他会读心。物防穿透，物防穿透。三二，物防穿透。哇，六百六百，六百六百六百。我要准，我一定要吗？嗯。绕一圈。对，没什么好绕的。对。好好，不慌张，好紧张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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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二三，有了哇、哦！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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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物防穿透嘛，对不对？保存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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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福仔一条，900块，来900块一条，很香很香，以这个游戏而言很赚的很赚的，玩这个游戏之后真的是价值观都会坏掉，你知道吗？哦哦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我们刚几个便当，900块，九个，六个便当吗？六个超高级的便当了啦！我在云林的一个便当，一个鸡腿便当105块啊！对，会在六，可以再加一个半份主菜，对，半份主菜，半份主菜，所以两个便当300块。好，来来来来，第二条，第二条福大，第二条福大，好，你来，这有几条点？三条而已，三条而已，就是刚刚那样子，三条。对，只是每条都是15等，所以就是很硬，就是点多就是完全浪费，没有说升级干嘛的，就是纯粹丢水沟，很可怕。好啦，一样上吧，上吧，上吧。好，好，一次转过。嗯，900块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应该可以吃9天了，甚至吃2个礼拜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我可以吃15个便当。好，好，一，先艾尔贝塔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你现在转换，他等一下还要按一次。好，再一四度的艾尔贝塔，好，加油。直接转过去，直接是误穿是最爽的，因为这里等于是算一下了。对，好，一、二，物防穿透。哎、欸，哦，魔法防御啊、哦！来加油，福儿。还有啦，我曾经我那个时候转埃尔贝塔的时候，只有一条是成功的，就是转过去直接刚好就是我要的属性。对，我要的属性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要不然你先挑一下。这一条，好，一样1/10的几率。好，你刚花900块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加油！物防穿透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没动。其实你每个都可以按保存。哦，因为反正不是物防穿透，对啊。好，加油！300块。一，哇，搞错了，穿透一样可以先。哦哟，好，再次。那600块嘛，对不对？第三下900块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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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、2、1，哟。哦，痛。完了。没事没事啊，不会的。要不要按一下？不要，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。努力许愿，加油！还想换个线？好。我、哦、点其他城市，真的是有回到以前的感觉。现在点中央都比较舒服。来，来，现在是900块了嘛、這個，对不对？好。900块，九百块。过了，拜托，过了，物防穿透，物防穿透。一、二。哇、哦、哇！1200，1200，哇！哎、欸，好赚哦、喔！是吗？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怪了，我今天这样说好赚，其实贵到，其实这个游戏真的是贵到烂掉，你知道吗？这游戏这样真的超贵的，真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错呢。我刚刚还想说没有，我刚刚还觉得说，哎、欸，400多颗，几率没那么高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结果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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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剩一条是吗？哎、欸，剩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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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花，不用花，不用花额外的材料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1/10你洗正1/10的几率而已、欸，其实这很屌哎、欸，这蛮屌的、欸，真的真的。最可怕的事情是，我觉得会这样子，我这样子竟然是觉得赚爆了，这种。跟你讲，不要玩游戏啊，真的，没事不要玩游戏，没事不要玩游戏，都觉得怪怪的，都觉得怪怪的。好，交给你了。这是一次过，加油。好好一次过是最爽的，而且可以省下超多颗、啊，他就可以点其他的东西。可是就看他未来，我们就先点这个东西就好了。好，
嗯，这是血赚的，这是血赚。好，来哦。嗯。不妨穿透，不妨穿透。哦，这等等福尔等对了，真的。加油。一二。这其实真的超贵。穿透。还没，还要再一次。穿透。啊，攻速啊都没有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没事，这个本来就难，那转过去直接无痛，那个真的太爽，那个真的是天选中的天选了。好，走吧，哎，剩这条了，加油啦，福大！哦，这个精华，哦，这个蛮难得的，真的，这个。好，希望最后一只也可以快乐。刚刚1200嘛，第一次900，对，加油，福大！好，加油！对，我们明天还要找限时活动，真的。准备喽，嗯哼，不妨穿透，嗯哼，加油，一二。啊、哦，魔法，没关系，可以先选。差一个字。其实你就这样遮住，有没有？我没有。穿透。对。好。好。1、2、3。魔法防御也不错啊，我觉得比魔法穿透好，因为魔法穿透是攻击，魔法防御是别人打我都还是有用。现在是600块。好。拉八扣。3极速，对，极速没有用，那也不用点。你换线吗？好啊，你换啊，你看你是换线就过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高霸扣、不行，4个。我突然发现那延迟真的蛮严重，我都开低延迟啊，算了，我就下次还是开超低延迟。就算卡，我也觉得超低比较爽。就觉得啦，就是这样。好。准备，1、2、3，命中没有用。刚多少？怎么办？9颗、6个、12个便当。突然觉得难过，大可可以帮我吗？这1200块，而且都没有重复的这几个。对啊，所以已经该轮到了吧？该轮到了，差不多了，该轮到了，该轮到了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哇，没事，1500。1500，好紧张，然后再来随便点一下，对，好，竟然在数便当，这样比较有那个知道说这个重量有多重。我按喽，嗯，这第几下了？其实我这是第10个便当，1500块啊，1500块5下嘛，10个便当，我们算一个便当150啊，就是算超贵的那种。超奢华那种，就我们现在10个便当，可以的，加油！一二，不妨穿透，怎么办？不会啊，就继续啊，不会啦，一定够啦，这个数量绝对没有问题的，真的，不用担心。13线吗？这已经超赚了啦，有多少人光转正都转到想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转正。好，我好紧张哦！拜托，一直过，还有，1、2，不妨穿透！哇，完全不会动哎！我已经没有在数便当了，哦哟！加油，福尔！好痛啊！不是大头的，点起来都好痛。加油！连防御都不给，对吧？连物理防哎、欸、没有，物理魔法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我先看一下那个，就十分之一而已，也没有很，对啊，十分之一啊。里面最好的就是防御跟穿透。好，不妨穿透。13洗到15才洗正，哎、欸，这样也是很爽哎、欸，哇，这个。加油。嗯，加油。1、2、3。闪避！哇！你把福尔好痛啊，心痛，真的好痛，好，好，我再一次哦。嗯哼。1、2、3，哇，这一次，我刚两个太香了啦，
这刚刚两个太香了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把前面那两个当做那个标准。前面那两个真的太香了，真的香过头了，真的。最后一次哎、欸，居然不让我。游戏会读心，游戏会读心。再一次哦，嗯、哦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快走，嗯，这才是正常，这不一点都、嗯，前面两个真的太夸张。好，往上头，加油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防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就什么都轮过了，有吗？不知道。命哎、欸，好像都有了，暴击吧？你还没暴击、哦？有攻速，有击速，有命中，有暴击，有防闪避啊！物理防御没有，你剩物理防御跟暴击没有洗过，还有物防穿透。啊，不然你就保存流好了，反正其实没差啦。好，反正其实没差，其实没差。好，对，因为每一条硬要讲都对这个账号没有用，对，都对这个账号没有用。刚刚也是都有覆盖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加油。好。好不防穿透，一、二、三，防爆！哎，继续盖，继续盖，直接盖起来，都及格了。嗯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暴击！哎、欸，有嘞，暴击来了，暴击来了。哦，真的是，哇，这个怎么硬啊？继续啊，保存啊。哦，是十次以上。现在剩那个物防。物穿没有而已，两个物理都不给，好紧张。两个物理都不给，两个物理都不给。好，全部都出现一次就会出现。虽然不是我的钱，但你知道这对一个会员那种钱穷逼有多大伤害吗？不是不是，没事没事，这是想不要想太多，真的不要想太多，真的不要想。是这个游戏太贵了，真的。拜托拜托拜托，这游戏真的太贵了。好，好，按喽。好，按吧。暴击！哎、欸，真的都是重复、重复，然后重复、重复、欸。哎，对啊。那继续，快了，快出了，快出了，真的要出了，真的要出了。拜托。本人都来了，你知道吗 ？Hello Kitty 本人。他的分身呢？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分身，哪一个本章。可是就是一只牧师，一只是那个舞娘。哦。对对对对对。说不定两只都是主号。加油！以这个状况，应该两只都是主号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我三次暴击，我、哦、这个便当已经数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另类的很好运。这另类蛮好运的，这十分之一、十分之一、十分之一，这已经一千分之一了。可恶，可恶，怎么办？可以啊，一定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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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好，一、二。哇！哦，突然爆炸！哦，啊！结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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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。最后一哦，怎么光转那个都转那么痛？花了一百个了。还好，我觉得还是赚啊，因为他原本就花了四百多个，连我都觉得哦，四百多个可能要补吧。你看我刚刚都在找说，哎、欸，可能这四百多个材料可能不够。哇、欸，可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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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剩下的点掉吧。好。剩下的点掉，我们就升一升吧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如果你能够再拉出几条食物，哦，那个就不一样哦，福大在这里转哦，欸、就没有没有是点，就是点上去，就不用转、哦，剩下就是升级，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啊。哦，刚刚是另外一个城市，所以要转啊。哦，对对对啊，现在在这里就不用转，你就是直接点。如果有机会升上去的话，妈的，这也超嗨，这个就是 3.33%， 而且这一次是八颗，这个八颗跟外面那个中央的八颗比起来，那个价格很贵。不是你20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这个，哎、欸，都可以，你就随便挑一个吧，因为，对， oh. 对，反正他现在要的目标，如果要附魔绝影石，就是要15、15、15。不过那个就很可怕的事情。那到时候帮我挑一个，拜托。挑，那我就会挑最少的那个、啊，这个15、15、14的嘛，这个15、15、14，那你就挑这个、啊，14、14，对，你就挑一个吧，至少让它都平均上去。好，我会选择这样啊，虽然没什么意义。好，如果这里20条，4条都上15的话。这个账号被告，这个账号被嘴。好，15，15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15，15，15，好，加油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十三爆，完全抢。好，15，15，15，
十五。啊，嗯，再换，再换，再换。这个就不要按保存，你就不保存，准备升十五。爆，没事，这本来就难，3.33%，这比刚刚那个还难，难三倍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魔防穿透，再次，15，15，15，15，15，极速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要不然点其他装备这样，反正不一定，有上十五就对了，对啊，15，15，15，15，15。有啦，我刚都上去了。13。15。哇，好痛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已经够，已经够。你现在根本就在补币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你刚400多颗这样子，真的是超欧了，很欧了。一条上去，对对对，真的很欧，真的很欧了。15。攻速。15，15，15，15。哦！干他妈，真的被你按上去哎、欸！上去啊！我操！要骑士机会要反算吗？问 Hello Kitty 啊，是要洗其他的还是要转正？其实我不知道，还是要去洗其他的？我觉得洗其他的，我不知道、欸、因为 Hello Kitty 有氪金程度跟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不敢说话。我不敢说话，这个账号对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个太欧了啦！我自己账号200多颗洗不到哎、欸，不动哎、欸，完全不动哎、欸。啊，不然就点其他的好了，就之后看他要怎么做，因为就对啊。哦，因为已经7次元太少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是觉得有点少啦，我觉得有点少啊，不然看一下预览是不是剩15？不是不是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是可以吗？不行吧？不能吧 ，Hello Kitty， 你要这样赌吗？我个人觉得是不行哎、欸。什么意思？是的话，不要按保存继续按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真的是可以的吗？这真的是可以的吗？哦、真的假的？这是可以的。哦、我没转，不要按保存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变14怎么办？他们说不会。真的、哦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只有14上15可以。点到15后洗都是我、哦、真的假的、哦哦、那就洗吧、哦、那不错那不错、哦、那不错那不错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哎、欸、完全不熟，完全不熟，可以这样子洗哦，那我要继续洗，那就继续洗，顺便试试看，干，我有点怕哎、欸、我真的好怕，我真的好怕。15之后就不会这样干，怎么每个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吗？难道只有我现在不知道吗？难道只有我吗？啊，那就洗吧。他们都说，大家都说 OK 了，好，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就洗到五房。对，就是一样洗到五房啊，就7颗7次这样子。15之后怎么按都不会这样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嗯、那不错，那就可以，那就可以洗了。好，对啊，那就可以洗。那我按喽。你不是？对啊，我现在才知道哎、欸，我玩了3年呢、欸，我玩了3年呢、欸。五房。没事没事，哦、我这完全不知道，我这完全不知道。1、2、3。哦，物理防御，不要不要不要。穿透，好啊，还剩4次，1、2、3，完爆，没，已经很欧，真的太欧了，哎、欸，这400多颗4条，哎、欸，我已经不敢说话了，你能够这样子已经很扯了啦，真的，加油加油，太扯了啦，不用数了，5防穿透，5防穿透，有吗？其实还是说，其实你有说过，只是我没有，因为没有实践过，不知道。哦，可恶。不要，我之前应该是更不浪费吧，就是反正我就点到14我就不动。嗯啊，好，1、2、3，攻速，好，最后一次，没关系，太值了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算这个失败，这个值得的程度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，400多颗。好，1、2、3，啊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够了，够了。哦、所以真的是可以，它就不会降哎，好吧，真的不会降，真的不会降，好屌哦，好酷的一个，好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僵尸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先记录一下。